第二十八题，宜家将10%的食盐水溶液倒掉半杯后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讲过，我们的溶液是均匀的混合物，那么取出一部分之后，取出来的剩下的跟原来的浓度都一样，所以10%的食盐水倒掉半杯之后，它浓度还是10%。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浓度维持10%不变。